快进来。宋经理。啊，唔意外。咪傻啦！卖个人帮咧。当处长。上司当处长咧。宋经理，当处长是安怎哟？算唔知啊，我带伊做治疗，医生甲注射啦，来救命枪啊！有食物件无？食你的头啊！你坏坏嘞！有来无去叫伊少年提针对来卡死威瑞，你也袂违法袂？我人无爽快啦，医生过来嘛该注射。啊！你这就无聊要干？哎，然后。我不知道你又想要找我找阿伯，要跟阿伯哥哥弟。我自今麦开始哦，二四小时拢来缀条条啦，无爱和你再去乱阿伯。喂，哦，好啦，我会甲总经理讲。总经理，陈董来讲有代志要找你啊，请你落去一下。小姐，我先来，你到时阵甲我讲好。伊若今仔倒，你就甲顶下倒，别硬来爬爬走。嗯，我知。你看我一只坐哈，我拢爱办代志，代志办完我就起来陪你。啊，若巴肚枵吼，叫小甜甜穿物件去食，吼。是咧看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生做啥物款啊？不可以，这一定要忍落来。阿娘会嫌我破功夫，哼，我要我出去，我阁出去给你看。董事长，你咧想啥？我最大。我倒地啊，你啉。我袂啉茶。你要啉啥？我要啉木瓜加甘蔗。哪有人木瓜甲甘蔗做伙加的？迄是要啉安怎？啉汤到即卡，迄个你管我要啉安怎？你去传就对啊，你若歹传我，我袂走啊。好，你莫阿派，我来传。是记记的啦，性格拢阿爸。我够戆的啦，啊你即下就无人甲我讲，歹势。别走！哎，我爸嘞？我那连小天天也无哎，小天天，小天天，总经理，什么代志啊？我爸嘞？我拄要落楼卡的时阵，我毋是交代你甲顾好。哎，头拄仔阁有看的啊，哪一落去都无看的啊。我拄则是特别甲你交代，叫你甲阮爸顾好，袂用互伊拍拍走。董事长伊拄则炒要啉迄，啥物木瓜加甘蔗，啊无爱互啉着点仔吵啊。我则想讲落去加一杯果汁互啉，我嘛毋知伊会走无去啊。我即马来找啦。别闹，小玲姐。你做你的工作啦。好。阮爸一定是搁走去找阿伯。喂，阿母，我用伫啊啦。阿伯敢毋伫咧厝诶？恁阿伯吼，早起就去海钓场啊啦。啊，你找啥代志哈？算毋知影。阮爸搁走无去啊啦，我是想讲吼，伊可能会走转去找阿伯啦。啊，啊那安尼，找歹物搁走来阮兜乱啦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啊既然阿伯都无伫厝的，那安尼阮爸吼，应该是会走海钓场找伊啦。啊无我等下再来海钓场找伊啦吼。阿母，就啥吼？哦，再见。你看起来。
错配嘛愈来愈严重。先生，我看吼，咱迄大门都爱关起来，啊，若无恁错配即讲吼，佫甲你带你出去呢，对不对？对。昨天呢，海钓场的澎湖的时候还是冰的呢，啊，后面冒走，气死人了。有啊，爸，啊是讲咱为昨到今拢无食呢，枵到要死啦。即要食些米粉炒吼，配些蛤蟆羹吼，有够甘甜味嘞吼。迄都是因为哦，恁厝皮啊正哦，啊，甲咱先生还袂找到的时，咱拢会感觉腹肚枵啦。哇，啊，即要坐因两个找到了吼，腹肚煞侪直枵起来呢。有啊。哎，哥，先生。啊！恁爸有叫你去申请的应感证明，你有申请无？有啦，我予证事务所吼，把应感证明放出来了。小爸，你叫我摕应感证明要创啥？哎，你唔免甲恁爸问啦，恁爸自然有作用伫的啦。恁姐，哦，啊，若去推就讲唔爱，哦。老家啊，叫阿姐。十、二十、二十、五十、九十、哦。哎呀，别使啦！啊，恁爸该出门过，你出钱安尼，恁爸做啥必修？爸，都让你请嘞。先生，啊，恁爸煞袂记扎钱出来呢。来，今日给你扎。爸，我教你。九十块，你袂转去了哦，绝对会行你的。无论景气变到有多呢差，有你的关怀予我。无论世界变化有多呢大。少年嘞，你钓鱼的钓鱼，敢一定啊平安的哟？平安的真危险，明仔上袂命呐。钓鱼啊，无安尼钓，无安尼钓。啊，你倒坐啊，你倒坐椅啊，安尼钓唔着好哎？敢一定啊用起来？啊，你啊上袂哦？啊，无采你爸母甲你饲到这么大汉嘞？哎，你莫掠准讲你上袂，海钓钓钓会背你哦，真个歹的，太阳是话嘞，哼，来。用心拍拼做，我跟你行。少年嘞，你食阮迄拳头来乱弹呐？啊，你爱钓上龙虾啊，我弹啦，无我才要弹侪。啊，你家己食阮人哦，你这魂孔啊，你都爱家己生生死死一个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啊乱弹啊，弹到安尼，啊，若阿东啊经过，讲咱中华民国人讲这么无规矩的。我要抓哪只牛？我咧拍死咧老鬼，啊是啥物事来？吴哥，你来。无论景气变到有偌呢差，你找我啥物事来？咱咧海钓场飞尾路内呾咧，你看当时啦。暗着我掠早去派出所了后，打电话逆上，迄个是啥？对啊，我著叫伊较凉的所在休困嘛，伊讲袂啦，去啥物岛上啦，啥物金盾人客啦。金盾伊个头啦，金盾人客。伊咧遐遐惊人客啊！伊，真毋是看，假到硬出硬，皮咧上啊有影。喂啊，啊，唔看你哦，带人客了去酒会，倒啊去干哩？你去啥？即摆人客哦，足无规矩的，我无讲驾驶者哪会用的。啊，我做啊工课干你屁事哎？有看阮桌上无咧？哦，啊，煞毋知哦，拄啊一个贼啊，走咧仓库去哦，偷摸一个新的恐怖猎手啦。啊，阮女婿哦，即摆甲送去派出所做笔录啦。啊，我先转来啊。草尾，来泡茶。袂啊，你啉到伊都唔正茶，我敢有食了歹药啦？我咧阮家，我啉了一斤两万四的囝。
先生，啊，恁初辈一个人走来，咱台钓场家了，是哦。啊，那到到这两个人伫咧比手画刀啊。你看，来来来，你初辈当时走来海钓场，那是古话咧。啊？啊，有讲啥无？伊讲要来遮找你啦。是我。啊，伊是安怎甲我称呼啊？爸，啊，阮初辈一安怎甲你称呼，敢有啥物差别？差这个哦。恁厝皮阿叔吼，伊若叫我倒粪扫，就是表示讲伊咧拍带已经好啊。我绝对要找伊算账。唔白哦，这两天哦，会变到安尼细细尾咧。还是讲哦，伊若叫我倒送哦，就是表示讲这也袂好，我都要顶酸。阿伯，伊称呼你倒送呢。先生，海钓场顾好嘛？好。厝皮阿叔叫阮爸叫倒送吼。代表讲，伊失去记忆的症头还袂好啦。阮爸就是惊伊乱吼，而且走袂起来。先生，你啊，阮爸有来海钓场无？有啦，伊也唔到这两个人伫遐啦。所以讲哦，你做生意啊，三年五年，今仔日又教你这么侪道理，你就谨记在心，安尼了解无？哈，生意唔才会好。袂啊，遐你种口气较袂出来，就是你头家。啊，海钓场的头家是阮杜尚啊，我头家仔啊。啊，无采我嘴烂，甲你讲遐尔多，教你遐尔多道理，你也袂听，我砸落去你遐底哦。哎呦，臭袂啊！你无讲我无想到，之前哦，我咧溪仔底的时阵，我写咧溪仔底咧，甚至你气甲我砸落去。你讲个什么笑话啦？我当时甲你去溪仔边啊，你头壳歹去呢呢？我咧头壳歹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莫来海钓场遮乱哦，我是海钓场的总管哦，你个伤搞笑，我是甲恁道长讲，恁道长去派出所叫警察来甲你抓去，警察来正经哦，我叫道长哦，甲你洗头咯，甲你回去处罚自己。切，假神经，你实在吼，我拄我在美容的时候，我就甲你讲哦，我讲我落去楼骹办些代志，代志办完，我就先去楼顶陪你，你哪一下久无看人，走来海钓场共乱。海钓场，阮道上几个呢？伊是海钓场头家呢，我当然嘛爱只船头看买一个啊。啊，若无，早晚我这个规场，莫去当店个当店务。拜托，人高姐是海钓场的总管呢，伊咩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行来转啦！袂咧，我今日专工来这，就是要来看阮道上的，让阮道上哦看我最后一面啦。啊，若无，伊万死嘛无冤客。你莫笑袂讲。紧来转啦，啊无等阿伯转来吼，你袂歹势，我会歹势啦。啥？高姐，歹势啦。啊，阮爸就真是无啥好，你莫甲伊计较。弟弟啊，我袂甲恁老爸计较，我来甲恁老爸计较，我甲恁老爸同款，大家拍得开啊。哦。行来转啦。袂啦，我走啦，我未下班呢。臭屁啊！我准时下班，啊你紧下班，你紧下班。苏文啊，自你少年，我看到今麦哦，你的变化确实有影足大了。敢有？我乃无甚物感觉。你拢无感觉？啊，你前做甚物代志，你拢袂记得啊？阿姐，我倒有可能叫袂记的啦。较早若毋是你伫边仔咧甲我关心哦，我可能到今麦阁无甚物改变。别人我是毋知影啦。啊，那你的个性我是太了解咧。你袂像讲别个少年囡仔遮尔凉想。啊！你搁作妖啊，爸母啊！你就是因为交了歹朋友，对朋友搁上过义气，唔只犯遐尔错误。阿姐，嗯，是落较早我做囡仔时阵，定定甲你咧走笑了，想想嘛足趣味吼。都比你来得，我来抓你抓袂掉哟！大家试看卖嘞。
惊你呢？代志也问好清楚，我就要抓人了。赵师傅，走袂赢人，还敢做警察？会错无？啊！阿青，阿青，你听啦，你听。你要走的，我袂跟你接你。阿那，你小拍假啊？哟，叫你莫跟人小拍，先讲就讲袂听。那好啦，对我让你拍一个大烟，你够你伤害啦！你是偌大？阿青，嘿，你也唔调查清楚，迄是先出手呢，是唔对呢？唔是我唔对呢？小拍都唔对啦，唔管谁先出手啦。你用炮受伤，你唔计较，哈？行行行，跟我来。阿青，你是真要跟人家关哦？嗯，依法处理，无多啦，行啦。阿青，唔系啦，行到放开阿青，唔系啦。现在进来买三个去三组，啊，三组会送你去换一新盘。姐，嗯，我这届关偌久？啊，法官你卖新盘，我变来知关偌久？你哦，一天到晚跟人买有诶无诶啦。你早来听我诶话，学较乖咧，你就免烦恼遮济啦。我若知我遮歹运，即款个代志拢是我拄着啊，啊，我无差要安怎？我知你对朋友足讲义气诶，啊，拄着代志。慢慢啊讲嘛，代志解决就好啊。你唔是啦，个性这么冲动，动下动手要创啥？得到的结果惊法医啦，算我衰啦。阿姐，我这届哦，唔知关偌久咧。我厝的哦，两个老的，你若有闲，可以甲我看卖咧，替我照顾。我会啦。啊，你伫咧内底吼，我爱好我忏悔一下，听一下苦痛。个性修改一下，就系希望讲你出来了后，唔通过个性这么冲动，晓无？那是你过去呢，我确实有影对你用心良苦。啊，不过今日你看你这么不成熟，这个感觉讲我对你关心呢，确实有影无白过。多谢你啦！那不是你较早这么有耐心来照顾我，无得甲我甲即摆搁咧浪费面。没啦，你即摆已经这么有成就啊！即个希望讲哦，你要继续维持落去，更加希望讲你的事业愈做愈大，祝福你。请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拍表给你看。安尼就对了。是讲阿姐，哎，啊，我咧做事员哦，实在你甲即摆这么久啊呢？你哦，一直是挂雨伞嘞，我袂穿。啊，你真正要一世人拢做落汉家？想到我咧想啦，啊，不过你娶我嘛是爱靠缘分啦。你倒样讲我一世人拢做雨伞，我是要用啥物去养娶嘛？做我某娶嘞，啊，将来生囝，你用啥物去养饲啊？对。啊，就是你想伤济啊啦，你安尼一直拢是咧关心别人啊，啊，拢袂去关心家己啦。我再讲，你做人也袂歹啊。啊，身体还阁足勇健的啊！假使讲若有啥物人吼嫁予你吼，一定当得到幸福的啦。伊也小可讲啦，我即摆一个人过生活，目清清啊，自在就好啊啦。哎，你甲人讲我，啊年纪也有啊，你怎做？我著参像照你讲的啊，缘分啊，可能我缘分也未到的啦。莫假啊啦，啊规个庄仔头嘛知影讲你甲英爹行做伙的，英爹这个查某囡仔袂歹。对许多人友好，我只担心呢，你若找到伊吼，真正是福气。阿姐，你莫滚生笑啦，我甲英弟也是好朋友呢。啊，大家要做红毛进行嘛是拢好朋友啊。老弟啊吼，紧带带你啦。啊，若遇到什么困难，甲阿姐讲，这个一面吼，阿姐甲替你瞧。好。